在这里有一句有件事要做的。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24届干部学生指挥庄哲伟，大家好。那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，重拾高峰一年一度的音乐会又再次演出，对很多观众、长官、师长来说，可能就只是每年必参与的一次盛会，但今年的音乐会会是我们最后一年以高中生的身份参加的。过了今晚，我们正式步入从高管乐团的历史，我们将从第一线退下，成为从高管乐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们已经不能在每天的放学留下来陪伴学弟妹们练习，不能参与每次的团练。在这高中三年，我们学习的不单单只有音乐，还有独立处理事务的经验。其中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陈志明老师，没有他的鞭策，没有今天的我们。老师为了我们从高鞠躬尽瘁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在每次的团练中督促我们，在我们灰心丧志时鼓励我们。老师时时刻刻的教诲，我们铭记在心。时光匆匆，三年很快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我希望永远不从高管乐毕业。在今天毕业的是我们，留下的是回忆。在大学空余的时间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毕业生回到彰化，一定会回到从高管乐坐下来聊聊我们当年闯过的比赛，做过的傻事。大家在一起开怀大笑，笑过这时光。老师，各位观众，学弟妹，我们来年再见。